赛的场地确实找了很久，大概说这一个多月都在找寻场地当中。原则上四车我们来出借到，就这个免费提供给我们这种私人的车队，其实改车不难。那个时候跟对方引起争议的时候，我们原定台湾有一个3月19号的比赛，其实它就是个临时的比赛。我那时候想法很简单，我们要参加这场比赛就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路权的问题。就大陆取消这次的比赛的赛事，所以改车不难，最难的是执照申请到这条路。哎呀，感受了很热情的台湾人，也感受了很冷暖的政治，什么都感受到。那如果我们这样要试的话，它场地大概是需要怎样的一个场地？真正要试场地的话，是0到400的直线加速，标准要1公里的长度，因为它有一个转速减速区，大概要1公里的长度才可以。对，网友一个的介绍啊，甚至一路上送礼物啊、送饮料啊都有。其实台湾人真的很热情，我不会让大家失望。最后最终决定的是清水的那个风车这条大道，那是由那个庄委员还有罗议员来帮我们申请出来的。其实这条赛道是我们认为是最不可能的，因为它涉及到中央的路权，又涉及到地方的那个管辖权。那当然两位帮我们争取了很多很多，一次又一次，到最后才成功，我们很开心，也很感谢他。对，这是一条最棒的路，是没有错的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